民以食为天，美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不擅长煮饭，又想吃到好料，该怎么办呢？除了寻找好餐厅，就是学习一些轻松做菜的妙招啦。YouTube 频道 5MINUTE Crafts 分享了35道简单快速的美味料理，学会后就能吃得超级好。鸡肉搭配洋芋片，将鸡胸肉切成小块，腌制好后放到捏碎的洋芋片中，将沾满洋芋片的鸡胸肉放到烤箱中烘烤，吃起来更美味。健康鸡胸肉，将鸡胸肉与红萝卜、花椰菜等蔬菜一起放到烤箱中，荤素搭配更营养。鸡蛋雕花，将牙线系在牙签上，将牙签插入剥好的水煮蛋中，利用牙线将鸡蛋雕成两朵花。马铃薯玫瑰，将马铃薯切成薄片，排列整齐后卷成玫瑰花的模样，烤好后非常漂亮。